有冇掛住我先？我就好掛住你哋啦。八年再翻嚟紅館呢一個殿堂級嘅地方，為大家表演。多謝大家，一個好唔一樣嘅造型，係嘛？知點解啊？有冇人答到我？呢啲咪叫做 iconic 咯。同唔同意先？其實有段故嘅，可以講少少嘅。咁耐冇見，咁啊，除咗下面嘅觀眾，山頂嘅觀眾朋友，你哋好嗎？呀，你睇到㗎，我睇到，就有山腰啦。Hello， 就有台前所有觀眾啦。Hello， 就係得到你哋嘅支持。咁我咪繼續去為你表演咯。我最中意聽到你嘅掌聲，咁好聽嘅聲，好聽嘅，真係諗住退休呢兩個字，太遙遠啦。對我嚟講，可能係未諗過基本上，因為我覺得係喺我自己嘅舞台上面嘅世界，我覺得我仲有好多嘅可能性。但係最緊要就係你哋要支持我咯。我最中意聽嘅乜嘢係掌聲，仲有你哋可以嗌我個名啊！好多謝你哋，今晚我哋一定希望我成個 show 希望可以令到大家可以好開心，又好感動。借咗我個女嗰兩個氣球，阿希希，你喺邊度啊？爸爸攞住你個氣球啊！呢個黐草出嚟啦，接下用一下嚇。今日我兩個女嚟咗，係啊，我咪借咗兩個波啦，要還噶。希望可以大家都能够可以落力咁样拍手掌。你哋嘅掌声就系我嘅动力噶啦，俾好多动力我。嚟啊！太好啦，我哋要玩得开心啲，好啊！咁啊。哇！呢啲氣氛真係，哇！真係好感動。呢一首歌1994年，我相信係陪住大家成長嘅阿妹。Yes， 多謝曬。
路过这一空，仿佛似一封信，以爱为寄，借助晚风。但愿真有爱在全来发动，寻找到是你知己，一个一世也认同。就在不远，恕我看见了星空。默默将心事接通，两地输送。三十年、二十年，乜嘢年份都有嘅，我知道。
同埋好多好多在座嘅朋友，你哋俾咗好多鼓勵我，俾咗好多支持我，好多謝你哋。咁啊，跟住嚟呢一首歌咧，我覺得亦都係喺我心裏邊好想講嘅一句話，就係、無論企喺邊個舞台，我都係用盡全力、全心全意去為大家表演。當然啦 ，live 有時間會出錯噶啦，呢啲係少不免嘅，咁先至生動啊嘛。你哋中唔中意？中意，真係嘅。你哋會包容我噶嘛？包容，會唔會啊？咁你聽晚再嚟睇啦。因為今次係一個全新嘅演唱會，我哋對於我嚟講，我諗係都兼顧好多嘢啦。你睇到大家應該知道好多歌，成個編排上面，如果大家可能之前有去過其他地方嘅演唱會，都知道今次嘅演唱會有好多一啲全新嘅一啲感覺啊。咁啊，所以喺整體嚟講，我覺得希望可以做到一個大家滿意嘅演唱會。你哋滿唔滿意先？咁細聲，算啦，我走啦。我怎捨得走啊，我賴死在這裡了，今晚在這裡睡啊，我睡一陣好了，睡五分鐘就走了，因為要罰錢的，罰不起我們啊。那呢，其實跟著來這一首歌呢，就剛才也說了，我希望我自己真的今天做得不夠好的，你們可以包容我，我會繼續去努力，繼續去做好啲，好唔好啊？喺呢一刻，我希望送上呢一首歌，亦都我心聲，我愛是全奉獻。眷戀如針，傲慢如千言，親不捨一片，説愛是全奉獻。在這一刻，這一首歌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，因為這一首歌，以後這一首歌是我今次為了這個演唱會作給所有我的歌迷，以及在座的每一位朋友都可以去感受這一首歌，這首歌是作給你們的。那我記得這首歌我用了大概一個禮拜的時間做，當我作這首歌的時候，我就想起30年來大家無間斷地支持我，給了很多鼓勵我，有很多畫面當我作這首歌的時候完全在我心裡面。跟著呢，我作完這首歌之後呢，我就決定再寫多30隻你的字，希望用這30個字同一時間同埋這首歌去送給現場的每位朋友fans歌迷觀眾。有時我想有很多東西放在心裡面，不知道怎樣去演繹或者怎樣去講出來，去講給大家聽。究竟其實很簡單，我想是過去這30年來，因為有你們所以有郭富城，如果沒有你們的支持，我想郭富城一早就已經不知道去了哪裡。所以在這裡容許我再用心多謝每一位人哥對我支持，多謝。
老實講，我真係冇諗住退休嘅。係啊，你啲女人使過。我希望可以繼續唱，繼續去為大家表演，繼續有更多好唔同嘅可能性，更多唔同嘅 iconic 出現，好唔好啊？好。喺呢度，我希望大家可以好用心，甚至乎喺睇佢字幕裏面每一個歌詞，聽住我作嘅旋律去感受呢首歌。呢首歌係我寫俾你哋嘅一封信，你哋願唔願意收起佢？仲有為大家所寫咗嘅30隻。應該唔應該用隻字？點解30個你字代表咗呢30年？事不言遲，喺度我要再多謝你兩個人，一個就係一路見證住我作曲同埋幫我編曲嘅柱振東，我哋嘅音樂監製，仲有幫我去聯想你呢首歌詞嘅小美，亦都我經理，多謝你。喺呢度。再一次好多謝大家一直對我支持，以下我哋就係連同我30隻字送俾大家，送俾我最親愛嘅你。Thank you.